凯迪拉克全新纯电 SUV 要 Kick 未来有望与特斯拉 Model Y 等车型具有竞争关系，定价很有可能在25万到35万元区间。新车采用与 Very Quick 相似的造型设计，但整体尺寸小于 Very Quick 与 XT5 相近，可视为 C5 的纯电版。新车配备隐藏式门把手与双色车色，采用七字形大灯组。根据车款不同，该车可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两种尺寸轮网，轮胎规格分别为24-55、29和24-55、50和20。动力方面，本次曝光的凯迪拉克新 SUV 提供两种动力可选，电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180千瓦。